OK， 我们现在又回来玩 SCP 的 Body Bessie 了。我们之前有玩过它的一代版本，就是那个非常畸形、身体裂开的那个。然后现在呢，它终于出了二代的版本啊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再是 SCP 了吧，而是 SSS 级的 CP 了吧？我在说什么了 ？OK， 我们一进来呢，就是一个哦，感觉变大了很多哎。是什么视觉效果啊？然后这边有，哎呦，这是尸体吗？哦，为什么感觉整个空间好像变大了？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哦哦，有实验体耶，哎，这真的是实验室哎，感觉好难啊！为什么变这么难啊？因为我们是在实验室的问题吗？所以变得这么难？耶，终于答对了，我用了差不多5分钟吧来想这些问题啊。为什么这桌子？哎，真的，我们好像变矮了耶，哎。真的，我们变矮了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可以让我们主角变矮？而且我们拿到一个撬棍哎，哦，感觉换了一个游戏耶，跳绳小女孩在里面，他现在问我要不要下载吗？第三题，你是哪里问题啊？我不能打英文字啊，一号 yes。What the hell？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什么东西被解放了？是什么实验？哦 ，Oh my god！为什么看不到对面，感觉更加恐怖了？是谁？快点出来！是谁啦？哎呀，感觉好帅哦！你是从奥特曼里面出来的吗？哦吼，感觉有点帅耶！这边，哎呀，哦，哇，你们好配哦！一个正妹，一个这么帅气的人，哇！哎，怎么你会变成有包底的形状？哇，这实验体！哎呀哎呀 ，what？ 好快！什么东西 ？what？ 跳绳小女孩变成什么鬼东西？实验失败了吗？你们？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我记得他们一定是实验失败了。Oh my god！ 不要靠近我哦！哦，好恶心啊！他的手在中间。哎呦！眼睛刚好对跟我一起耶！哎呦，这边比较恐怖的是在于它的门跟门之间没有窗户可以看。我还拿到一个喷火枪耶，剪断 ！What？ 他头被我不是剪断，他头直接被我摧毁耶！哦，直接换了一个游戏吧，这个。哎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谁经过？哎，怎么就是你了？哇，讲不听呢，还来呢。OK， 我们尝试去用我们的喷火枪啊。老师好快，那是扫帚吗？没得用喷火枪了，因为老师被扫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吹走老师的东西是被一个困住的老师哎，小型的老师，求你了，喷火枪哦，焊接哦，你可以买吗？你可以。我从里面撬开，撬到得到一个小老师，我们先赶快走，再一次，走开，小老师救我吧，拜托，不要，赶快 ，OK， 这本书一切结束了好吗？实验体，你们不要再暴动了 ，Oh my God， 不要，拜托。Try again? No， 我不想再尝试了。哦，原来这边全部都有了啊！校长、扫帚、袜子，然后老师、推推机器人、霸凌跟跳绳小女孩都有了啊。OK， 我们去看一下红衣人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奇葩的存在啊！这就是老师的真面目，你们是不是觉得真的很帅呢？我感觉他真的有点帅气啊，是我的审美观太奇怪吗？然后这个应该是作者了，外面还有雨声，对，他的出口是森林耶，难道说我们即将到森林里面去？哎，没错，我们呢就来到森林 Body Bessie， 虽然看起来非常的奇怪，但是这边的话睾丸云还在就可以了，睾丸云还在，里面的话也有睾丸云啊，非常棒的一个模组呢，老师，哎。我们要去收集木材哦，还蛮合理的啊。他感觉就是多一个帽子而已哦。其实这款模组就还好嘛啊，除了天上有睾丸鱼很棒之外，啊，这就很棒了啦，好了。但是
这样看来花旗他为什么多戴一个帽子啊？多戴一个帽子并不代表你会去露营好吗？啊，在家也可以戴帽子的。我是不会啦。哎，你也戴了一个帽子，好吧。这款模组呢，我们针对是什么？就是包底、袜子，还有霸凌，对，因为他们都在那个录影模组里面有出现过啊。这门，吓到我了。我的，我想说，好吧，这门真的吓到我了。我是要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了。霸凌，那是霸凌，霸凌在一棵树后面。袜子也一样，刚刚有瞄到一眼了。看来你就是最特别的，给你一根水吧。拿去喝，拿去喝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算我请客啊，算我请客。虽然我没请客，你也会自己拿。哇，你戴个帽子，好像小朋友啊！走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你走我。OK， 锁门。哦，不能锁，可恶。5、4、3、2，哦，来不及了。2、1、0，啊，走。干嘛啦？没你的事情啊！哦，对吼，还有这个天空中的老鼠哦，我都忘记它的存在了。然后我们终于要搭上巴士了，不不，红衣人是他哎！据说呢，他是那个巴士的原有主人啊，就是你们看那个巴士上的名字，对，被改成包迪了，就是包迪从他身上抢走这台巴士，哈哈哈。OK， 我们这一次的实况呢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的影片的话可以点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